快挂钟！哦哦哦！我差点被炸到！哦，快！我要开我的车子走，等一下啊！达彪把我的车子给炸到！上车！发车！发车！怎么这时候发不动？ 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今天来到了我们传说中传说中的小富偷车，没有错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3333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 那今天要来偷这个谁的车呢？有一个国家叫做一罗斯三罗斯四罗斯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那个三罗斯里面的普丙总统啊。那一罗斯里面好像叫做普甲总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偷的就是这个普丙总统的车子。那听说他现在住在这个洛圣都里面的白宫啊。 然后自称为总统，所以我们这个洛圣都不是给他这么好欺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先把他的车子偷过来，什么时候洛圣都变成他这个三罗斯的这个领地之一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走了走了，我们先去这个白宫一趟啊。这个白宫离我家是算还蛮近的啦，所以一下就到了。 然后之前有观众讲说什么姓普的哦，不是啊，名字里面有普字的都很容易当总统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后来想想好像是哎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到白宫就是在这边，我们车先停在这边好了，这车先不要乱停啊，免得对不对？等一下被当可疑分子直接杀掉。 但是目前不知道他的车子是放在哪里耶、欸。哦，怎么会有爆炸声音？什么情形？那个不是那个吗？那个是普丙总统啊！等下他是不是发现我要来偷他的车啦？糟糕！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而且他躲在我的车子旁边啊！ 快挂钟！哦哦哦！我差点被炸到！哦，快！我要开我的车子走！等一下啊，达彪把我车子给炸到！上车！发车！发车！怎么这时候发不动？哇嘞！GG！我被这个普丙总统直接给炸死！他们这个果然是战斗民族啊！哇嘞！真的是太扯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复活后？ 穿着一件这个绿色的短裤，跟我平常穿的裤子不一样啊，该不会是因为刚才被炸死，所以裤子直接被烧掉了？哎，我的车有回来就好啊。等一下，我地图上还是有那个红点在哎。那看来我们白天他会在那边守候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选晚上，然后走别条路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们晚一点再过去。 哎，左这边，左这边，我们先去水库那边一趟好了。水库那边有一个密道，可以到那个白宫的下面，有没有？你看那边，白宫在那边，我们走另外一条路，攻他后门哦，让他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没想到这个普丙真的这么凶，这样子让我想要会会他的这个弟弟啊。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弟弟叫做普龙宫吗？也是一个普字啊。 好不好？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地方可以上去才对啊。可是这边感觉上去很高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一条小小的山路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呢？这边有没有比较趋缓一点？我这边过去好了，感觉可以，对不对？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这个普丙总统发现啊！ 这边，这边就是他们的后门啊，我就直接在这边默默的直接把你的车子给偷走，但是目前不知道他车子放在哪里啊，反正应该不会放到太前面的地方吧，先小心一点哦。如果普丙总统还在就完蛋了。哎呦！
他的车是这一台吗？帕加尼的 Zonda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一台算是这个跑那个纽柏林版本的吧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这边还有这个，他跑那个纽柏林的成绩6分47秒，然后还有跑另外一个场地有没有1分08秒5，还要把自己的成绩写在车子上。但是这个成绩是这个普丙总统跑的吗？所以普丙总统以前是一个赛车手是不是？然后这台车也是要价不菲啊，帕加尼的 Zonda 啊，非常帅气的一台车。那我们看一下内装啊，吼吼吼吼，这一台车就是帅，有没有？整个赛车感十足。来，我们把这台车给它默默的开出去。来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就是现在，现在是晚上，所以他应该跑去睡觉了。走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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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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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台弯性好像有一点点不是这么好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稍微看一下他的过弯甩尾能力，好像还行。哦，等一下，莫名打滑，哇嘞，是车速太快吗？这一台如果认真飙起来，车速会太快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回到了这个我们最熟悉的下水道，来看一下这一台的尾数到底会是如何。来，我们 3, 2, 1。Go， 走了，现在时速300，超快，400多，可以上去吗？慢动作，慢动作可以到达500，没有问题，500冲过去，540几，呜呼呼，呜呼，可以呀、啊，哇嘞，等一下，这台车烂掉。欸、但是你看他撞成这样子，他的这个驾驶舱完全没有变形啊，又是老样子的。这一台车我推荐你们去买一下，这个撞到咪咪冒冒，最新流行啊！来来来，我们把这台车给开回家。来了。我们把这台全车都是这个碳纤维的，有没有超级轻量化的车子给开回家、欸、等一下，我把他的车子偷走，他会不会来追杀我啊？毕竟他也是这个战斗民族的啊，一言不合就开打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